机械人模型、洋娃娃、乐高、玩具枪，这些东西都被很多人视为收藏品。但是你有没有听过有人是喜欢收集飞机模型展示品的呢？不说你不知，原来还有一些收集者是喜欢收集飞机模型展示品。可能这群收集者是属于小众，所以市面上有售卖这类型飞机模型展示品的地方并不多。如果您上网搜寻 My Hobby House， 搜寻排行榜上第一名的就是今天要给大家介绍，在马来西亚甚至是亚洲，是售卖飞机模型展示品数一数二最著名的商家。只要进入他们的网站，就可以见到许多不同国家、不同航空公司的飞机模型展示品。如果您觉得只是在网上看图片不够过瘾的话，也可以来到 My Hobby House， 位于苏榜 SS15 的门市商店。一推开门，你就可以看到许多林林总总的飞机模型，除了有不同型号的飞机模型，也有民航飞机模型，不同国家的航空公司飞机模型在这里都可以找到。而且这里的飞机模型小至3厘米，大至36厘米都有。而且 My Hobby House 所引进的货都是国际著名飞机模型制造商所制造的，比如 Phoenix、 Gemini Jet、 JC Wing、 Hogan Wing、 Inflight 200 和 Aviation 200。所以这里卖的飞机模型全都是跟真实飞机有99%的相似度，就连很小的零件如引擎，甚至是飞机的天线都制作得非常仔细，连轮胎也是使用橡胶制作而成，绝对真实。这里除了售卖不同航空飞机的模型之外，还有战斗机，不同类型的战斗机一字排开，非常有型有款。而且也有一些战斗机是需要您将机件组装上去，组装完毕后呢，简直就是帅毙了。再者，他们也是波音飞机周边产品的代理商。我敢说，只要是飞机模型的爱好者，一进到来这家店，一定会眼睛发亮，不舍得走呢。